干嘛？介绍一下啊。这是 video。对啊。介绍一下，你看那里。我的名字哎，德。啊，你同学不用哈，同学都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这根本就是为了我而设的纪念馆。找到了，你已经死了。那等一下，你们再找到的地方。你这么想要被设纪念馆吗？神经兮兮的。你的鞋带。就下面拿的呀。没有地方吧，角落也有艺术品，到处都有艺术品，非常本土的 local 的感觉。太早就点灯了吧。这是一只任劳任怨的狗，怎么压都不会生气。好的啦，可以的啦，你压太多了吧，还嫌手酸呢、欸、你。高精啊！尤其压拍大头贴。